我走了，你看这剧本写不出来的。草地上一笼一笼围着好几只狗狗，艺人们各自挑选自己心仪的那一只。艺人胡宇威三两下就和这只黑色的米克斯 Ozzy 练成默契。很爱塞奶 ，Ozzy 没有这一招了，塞奶不行，蛮聪明的。坐下 ，Good boy。国内第一部真人宠物实境秀，包含罗志祥、胡宇威、魏曼、任荣轩、李宣荣，还有陈楚河，集齐六位天王天后级卡司，与浪浪们进行趣味竞赛和任务考验。三天集训后，艺人们会各自带着浪浪回家，持续照顾两个月，直到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家。结果我抱他就一下就睡着了。我母爱很泛滥，我喜欢需要我的狗。好想把他抱到床上睡觉。不可以，不可以宠坏。好想把他抱到床上睡觉。行不？他跟我之间是有距离，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。从第一次见面，经历大大小小的磨合与挑战，最后浪浪们顺利找到归属，整个过程让艺人们百感交集，充满不舍。记者会中也带着自己家中的狗狗现身，分享养狗的心路历程。狗狗不是你写剧本叫它照着做就可以，你是真的得用时间，得用你真心诚意去陪伴，去感化，去让它真的相信你，信任你。我们这六个是最不适合当中途的，哦，最不适合带回家养的，因为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时间。他们也分享参加节目的初衷，就是希望能让更多流浪狗可以有个避风港。三立新闻江文贤新闻，向翁佳宇台北采访报道。